好，接下来我们学习斜行啊，斜行。来，咱们从白鹤亮翅开始啊，白鹤亮翅。好，白鹤亮翅啊。好，当。好，斜行是右手从右边往左边画弧，画到这的时候，左手干嘛？左手往上，啊，左手往上啊，往你的左上方走，然后旋腕旋转手腕啊，从腕旋翻掌。然后左脚踩实，右手往下，哎，往你的右方走，啊，用胯带动你的手，好，好到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斜四十五的位置，然后提膝的同时，提左腿啊，同时去干嘛？左手看，左手往这儿画，看到没有？左手画一圈过来，然后滑步。左手变成左手从下走，啊，从你腹部的前面去过来，到这个位置，到你膝盖这个位置是变成勾手，然后右手是干嘛？从耳垂这个位置，哎，对，耳垂这个位置，哎，好，重心，挡，啊，斜行，明白了没有？斜行，这个动作啊，一定要记住肘膝。肘膝相对就行了，肘膝相对，大，啊，肘膝相对，好吧，好，我再给大家做一遍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哎，一，二，三，抬腿的同时，干嘛？是这两个手是同时的啊，哎，同时的，大，啊，好吧。好，这个斜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个视频见。